親請不要緊張，牧師請不要緊張，大家都不要緊張，善待我身體，我擅長。他算善良，離開我後也不打仗，維持那份教養，誰也沒有交出半巴掌。母親請不要痛心，社工請不要費心，大家都可以放心，自問太懂得去做人。他這份人仍生氣夠惹起公憤，然而背叛了我，還勸喻我不要太激憤。除非已動心请听我唱歌，上天想听我唱歌，未用两手推我落河，他也奈何难听说话，妄想伤我，没有致命武器，凭吻别怎么可咬损我，太看不起我，太看不起我，太看不起我。除非已到。